第一，雨荨是喜欢云海的，就算云海再也不回来，我相信雨荨也会一直等他。第二，我就像雨荨的一位大哥哥一样，在他身边保护他，守护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想的太复杂了吧？是啊，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复杂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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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懂啊。我潜伏了这么久，终于确定了你们的婚姻，也送上婚哥哥儿子。首先恭喜你拿到上个学年的奖学金，你已经是同学们心目中的第二代考生。校长，您过奖了，我比林小黎还差得远呢。如果你不想从考神变成衰神，现在就给我竖起耳朵听好。我作为爱丽斯顿的校长，现在正式告诉你这个爱丽斯顿的考神，下一次评估我将加入德育因素，像你这样在学校里带头违纪、破坏校规的人，将会直接被取消评选奖学金的资格。校长，我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确有其事。你现在继续解释吧。嗯。自己的校规，你没看到孩子们都已经累得半死了吗？这是上课睡觉的理由吗？课前跑马拉松这正常吗？你看看你的衣服，领带都不带。根据校规的第78条第二条补充规定，教师上课要带领带或者是领结的。同学们，教师只有带领带和领结，才能体现我们爱丽斯顿严谨淳朴的校风。我也要遵守这个荒唐的规定吗？除非你不是爱丽斯顿的教师。同学们，对不起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希望你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您在此以前一定在特种部队训练过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安老师？早晨起来就跑圈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跑圈，再引体向上。要么就扣学分。要我说，您干脆让他们来一点越野训练，野战10000米之类的。你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学生上课都在睡觉。换成是你，跑得半死不活的，你不困？那是因为你的课讲得不够精彩。哼，我只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过大夫？你放肆！你胡闹！对不起，校长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先走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开除你？不是你要开除我，是我要辞职。沈总，有小海的消息了。啊，快说。小海在 Maldives 的机场刷卡了，还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。
是两张，这是小海在 Mel Davis 的照片。有点面熟，不会有这么巧吧？嗯，晚上拿去放大，越清楚越好。好，我立刻去办。快去，小海。终于回来了。喂，不就是一枚硬币吗？第一，我不叫喂，我不叫喂。第二，有钱了不起吗？100万是钱，1块钱也是钱，我尊重每一分钱。第三，像你这么不懂得珍惜硬币的寄生虫，你这个寄生虫，总有一天会为一个硬币而哭泣的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你好无聊啊，临时顾问。喂，你怎么开车的？没看见这有人啊？哎，你有没有事？我们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？没错，我们好久好久以前就认识了，只不过你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的轨迹，也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是谁。你玩的，据说是 Tiger 写的。Tiger，嗯，老虎，老虎字。这没看出来啊，他还挺有文化的。你呀，脑子坏掉了，鉴定完毕。喂，那你回家吗？嗯。你该不会是孤儿吧？你才是孤儿呢。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字叫掩饰？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也有两个字叫做秘密，偏不告诉你。啊，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你那帮兄弟吧，我特别想见他们。看心情。